相当高的难度。曼尼高把对方撞开之后进去挑篮，也拿下了分数。我相对曼尼感觉都是看对方重点的后卫球员。曼尼高取代埃夫伯换手运球之后切到篮下，自己再抓进攻篮板。瓦尼奎的手上外线完全没碰框，曼尼高空中拦截，目前还是联盟的超级王领先者，球交给湖底位置的林立人 foot three。倒是他们最近在东超的表现是还不错，在东超的赛场上，国王队基本上还是一个场胜局。哇哦，这是 Manny Gal 在湖顶位置。刚刚暂停的时候，冠伦教练一开始讲的也是针对挡拆的防守啊，中锋要秀出来啊。两边篮筐都有点加盖，底线加一个小力。所以我觉得艾夫伯未必说单打之后要选择出手，如果能够吸怪的话也 OK 哦。哇，又是突破之后的空手。曼尼高再送给林立人，最会有了吧？反超的一还包括了小力。几个球员在场上，安妮奎跟曼尼高是连工程师的第一个 field goal 还没出现，又是曼尼高。今天防守让新竹阿北吃足了苦头，林立人再来一颗三分，哇，今天要当英雄了。再交给曼尼高，曼尼高的出手有，哇。两分。